来，最后这点仔时间，留予咱的林俊龙。伊讲蒜头的骨呢，袂粗，要安怎互伊变较粗的？即个简单吼，就是讲第一吼，你蒜头你要会较粗骨，一定爱啊水分、胶糖有变化。就是讲我互伊啊压水，吼，最爱嚼搞啊，然后爱随食了有够了，吼，就是讲爱骨来饮，吼，互伊放会搭上。 哦，这个物件第一下你一定爱做会到，啊，水分一定爱有够，未使去甲喝水。 哦、但是千万千万听着，袂使下水啊！我规日甲捞较甜咧，啊，着分堵水就死啊，吼、哦，着大未起来啊、哦，所以这第一就是讲水爱有淡有淡，那么保持较的个湿度。那么一个就是讲你即马是不是饮水啊？較大有啊，较打爽有滴啊啊，去行路袂掉卡就是行路袂掉卡的时阵迄阵要个淡淡，但是打落有一个卡底较好、啊、但是呢袂黏。 行诶震动，袂讲落落者，着爱真歹行吼。就是讲有一个有脚底仔好，爱小可避落吼。但是呢，要好行好行。那么这个时阵，涂壳有小可澹澹，滴，着去甲落一撮啦，即个啊硝酸钙吼，硝酸钙啊。哦 那么、嗯嗯、有诶讲胖红肥啦吼，就是说啦，即个白肥，啊伊讲白肥买无，啊无你就落、哦、特意啦，吼，落特意好吼。那么那是蒜头吼、哦，蒜头即阵要过下冬了吼，互伊小大一点无生要紧，但是卖落济，比如讲你落硝酸钙，一份地你控制伫即十二公斤到十八公斤，理论上一个礼拜六公斤就足适当诶啊，但是呢。 啊，咱无才调六公斤，咱实在是无法度落吼。除非你用造水个，用喷雾个，所以一般就是讲会落较重一束束啦，啊，唔爱落，唔落伤重吼。那么加落一遍啊，啊，这水温控制好势，啊，这物、个、件、啊这个、呢，伊个骨就足够大起来吼。这个呢，大甲好，你有快吼。那、啊、么、啊、你伫这个啊转摇个时阵吼，后面呢啊用一束啊，去帮助伊生长吼，吊车是一个伫蒜头内底呢。 那么相当的好哈，相当的一个一个好哈，所以就大概啊是咱在这个管理上哈，你会当安尼来配合操作哈，这啊基本上哈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，所以啊也好歌呢还不错哈，所以呢啊就是讲，最其实你个歌你也听起来哈，贝调感情啊你啊重要，当然贝调就重要啊，对吧？但是伊毋是主要的哦，这水分呢这管理拿毋对哈。 迄个肥嘛，是食未起来，所以这点你一定爱爱了解，著、就是讲啊，对住即水分诶，即个管理，吼，相当诶，即个重要。尤其即种对水较敏感诶吼，就是、酸啊，你要伊大，你一定是爱佢大，阿要佢大，啊，上、啊、重要，即个所在著是水分打淡，爱、啊、有即个有变化，你未使伤焦。伊即个酸啊是肉筋诶，叫筋佢足称诶吼。所以你未使堵水，重要著是讲未使伤焦。所以你大未起来，我咧药拢是含。 控了伤过头大去啊，有可能控了那无呢？啊那无著是即个水伤侪，若毋是伤侪，著是伤少吼。水诶，即个问题是伤大，无应该理论上来讲，伊要大肌骨吼，只要伊好啊，你甲落落拢不要紧。即阵诶蒜头你天，你根毋免惊伊大吼，互伊即个肌骨啊，你啊大者，咱到尾啊，咱啊较较来熟要会赴啊。 哦，到伊即马天气反冬至卡遐过了哦，开始伫要落头，迄阵咱开始缩吼，啊、呃，迄阵过来改少缩一下啊、這個，即个用红咖喱啦，还是讲啊，少喝一点啊水分，哦，少缩一下，互伊落头，迄拢不要紧，对吧？啊，当然袂使唠嗑啦，吼、喔，袂使唠嗑，啊，会唠嗑是因为你到尾手啊，遐即个。 咖喱卡无够，啊，你若是讲用一盒一啊、一数支啊，啊，小用者，到尾啊，你改五盒啊，啊，这大概就是一般，阮是安尼咧操作，吼，啊,啊，啊、其实这样就，啊，有的人讲无啦，迄蒜头，迄蒜头得爱四十三、啊，四十三、啊，迄蒜头吼、哦，得白改改改啦，吼，哦、这些物件，其实你四十三爱落真侪啦、哦，要落一盒啊、哦、所以适当诶一个即调整即肥料，吼，即个。 啊，一定要伫咱管理内底上，介重要应该就是这個水分哈、哦。大概就是这个水分哈、哦、啊，水分呢，即、這个即、這個、管理呢是非常重要的。即、這个啊，水分管理开好哈，即、哦這个专专利又好势哈、哦。那么伫即内底哈，就是讲是一个啊，肥水肥水哈、哦。其实有时啊、哦，水呢比肥佮较要紧哈。水唔对，肥绝对是袂正确。 水若毋得，肥安怎落拢未正确。各朋友一定爱知影这点，吼啊，即、這个大概是安尼一个一个情形，提供互哋做参考。有问题随时甲佮讲，算头。其实今年好好的照顾，哈，嗯。